美妆节目 Get It Beauty 2017 17日下午在首尔上岩洞举办制作发表会，除了原本的 MC 李和妮外，新加入了 Dala、 李世英和金世正三位 MC，令人期待感十足。其中金世正作为忙内，跟姐姐们一起拍摄，感觉怎么样呢？처음이제어떤분들이 MC 로계시는지듣고서는너무긴장을했어요왜냐면너무나선배인분들이고저는이제막갓데뷔한신인이라잘할수있을까되게걱정을많이했는데심지어이제첫회와2화를제가같이참여하지못하게됐어요그래서가장나중에참여를하다보니까어머내가이거적응할수있을까굉장히걱정했는데그걱정을3회때딱들어가자마자싹없애주신분들이셨거든요진짜로被问到想邀请谁上节目，李和妮毫不犹豫地说出真心话。아마우리또다라씨가힘써주시면지지씨도공격할수있지않을까저희저번편엔지수씨가또이렇게다스포해도되나요신풍하는지수씨가오셨기때문에지수씨도멀지않았다저는그렇게보는데어떻게보시죠다라씨 네저도이제막상해보니까남자게스트분이나왔을때정말재밌더라고요정말심쿵해서그날정말너무달달했었거든요근데GD 군예제가약속드릴순없지만열심히노력해보겠습니다希望真的能看到 GD 出演啊另外 Dala 也跟大家分享了周边朋友的反应제주위의내시엘양이지금거의전문가수준으로지금은본인콘서트할때도직접메이크업을할정도로실력이상당한데제가블라인드테스트하다가한소리들었어요언니누가립스틱을이렇게발라요아니눈썹왜그래요막그러면서많이 네혼도내주고많은조언도해줬는데시엘양도한번저희프로그램에초대를하고싶어요